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杰尼。堡垒之夜又进行了秘密的更新，那么这次也是更新了很多非常好玩的东西。这次直接回归了三件装备，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疯狂？那么今天我们就去中体验一下这次的更新。他这次更新了三把枪，那个碎发回来了，猎枪也回来了，还更新了一个空袭手雷。我操，全是人！我来刚刚找一下他这次更新的枪好了。这个枪的伤害，我的天哪！我操！这怎么还有个人啊？这个猎枪是这次更新的一把枪，这个猎枪。还有返场，这个枪爆头好像有198的伤害，伤害还是非常高的。对，还有碎发手枪，但我现在还没有找到碎发手枪，估计一会儿就可以碰到了。卧槽，一枪76，兄弟们看到没有？我操！吓死我了！哎，这个就是那个空袭手雷啊，这个是那空袭手雷，好吧？你要来狙击我？别吧，我们来试验一下，好吧？空袭手雷还是非常好玩的，但是好像没什么大用啊。说实话，这有啥用啊？别人搭个板不就防下来了吗？他给我屎都点出来了。Oh no！ 我操！哇，这没摔死！我操，这个不是碎发吗？这个人有碎发，我终于找到碎发了。我们这把再来试一下碎发好了，完美。现在这三个武器全试了，碎发还是一样的好用啊。
哦，操，完了，我要死了。哇操，这个人怎么这么孤儿呀，我的天哪。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我操，我就这么点血，哎呀，我操，那我直接开坦克去了，我直接对他红。我觉得一开始开坦克很蠢，你知道吗？很他妈蠢，你又没有装备，你轰两个人，你很容易被别人点死。啊，那些坦克被打爆了之后，你怎么办？你没材料，也没有枪，就很蠢，我觉得。走，咱们这回可以开坦克了。哇，这没中。这没中，我太假了。这不开坦克给他干了。他校车那有一个小心的。走，开坦克，咱们。后面有。没事。后面有人，后面死了，后面人机。哇，这人白血白血，像死。我又炸了两个白，我操，这就是这就是开坦克的乐趣吗？再有一队开车，又飞过来一个，不知道，他有队友的。我他队友在这个，倒了，我操，我这枪太帅了。我的还救你妈的，这个逼还搁那救。他们也没血，都是白血。还有，我操！死了！我靠！吓我一跳！他妈的，我差点对着我就。我脸上来人了！破甲，都破甲，甲的破甲。我刚上去。我被人炸了，不过没关系。我他妈打死你了！打死！我上。打死了？没有吧？后面还有。我打这一队你全死了，后面还有。这边有爆炸狙，你知道吗？对吧？那狙多好。我需要加血的。88，一枪死，一枪死，干死！还不是一个人，我上。我来了，没事。走吧，上来了。这个人快点，死了、哦、还有一个小丑女，再投点，走吧，我下来了，走，就剩一个，下面两个 ，nice， 漂亮。我直接飞这个上面去。可以。就在我这。后面
还有几个呀？还有两个，还有两个。他们那个不需要点。140，找一个，这个一滴血 ，nice， 死了，我操，你这最后一关很开瑞兄弟。OK， 那么这次的更新也是非常的疯狂，直接回归了3件装备，那么也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